这里可以手动一下。哎，我们的宝物是不是没有讲完？技能是不是又忘记升了啊？真累啊，感觉最近每天都有东西要搞的。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毕业呢？你就是有毕业这个东西吗？我觉得，就是每次都 SS 吧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处在于慢慢练的态度啊，就这么态度啊。哦，他吃六道、哦，啊是，这个啊，够命的啊，刘云印呢？刘云印是不是没有讲啊？刘云印讲一下，刘云印讲一下。哦，这边其实就是我们的宝物的升级啊。今天先刘云印好了。然后其实我，因为我现在在讲夺宝嘛，我想说我应该把夺宝慢慢 ending 掉吧。对啊，绿女士也还没讲。绿女看一下吧。哎，绿女讲了吧？哎，经验宝物讲了吗？没什么印象。应该下呗。那今天中午就不客气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今天宝物不能看哦，神秘太多、啊。真的是。可是它应该也算宝物啊，它不算宝物的一种哦，它只是在宝物里面而已，好不好？